上次經歷過阿爾牧師過嚟參加，而家第二次係第二次參加。咁我覺得翻去咧，我自己都有好大嘅改變。我覺得我睇聖經咧係完全係唔同以前嘅，即係我以前係阿女嘅一個嗰幼稚園嘅教會嗰度去參加崇拜嘅。咁應該四五年啦。咁我覺得以前咧係一個禮拜日嘅基督徒，我係唔開心繼續有，猛疹繼續有。憤怒、容易暴躁、憂傷都有嘅。我覺得後呢半年前我就覺得，其實點解人哋做基督徒可以咁喜樂、咁開心咧？點解我做咗咁多年，我係經歷唔到嘅咧？甚至乎我遇到生活上好多問題嘅時候，我係解決唔到咯。所以我就覺得好奇妙啊！神透過呢半年嚟，透過信息啊，透過身邊的朋友啊，透過其他的渠道咧，令我即係一步一步咁令我喺屬靈嗰度去成長。咁其實認識阿葉牧師咧，我嚟參加，其實我係喺信息嗰度去睇到嘅。咁經過上次我嚟參加之後，我翻去咧，我發覺我睇聖經咧有好大好大嘅得著。以前我睇咧，我係唔明噶，完全唔明噶，睇咗前段唔記得咗。甚至在三年前我看聖經在家裡，我很想看，但我看不進去。為什麼？我看完看一陣 一段都看不到下去的時候，我的眼睛已經得試過很多次，看完那一晚我就發惡夢，發到很害怕很恐懼的惡夢。久而久之我就放棄了，就慢慢就沒興趣想看了。我覺得上次我經歷了上葉牧師這個課程，我就覺得我回去我看聖經啦，還有聽神的話語啦，唱詩歌啦，我就很有感動。即以前我不會那麼容易哭，就覺得哭呢很軟弱，偷偷地哭呢我都覺得不想，都要忍下去。但是呢，我覺得經過上次之後，我回去呢我唱詩歌呢很自然的，即那種眼淚流露出來呢，我覺得很舒服的。我覺得神呢那種平安給到我是無法形容。還有今次七月份的時候呢，我去泰國旅行去七日，其實半年前我們已經是計劃著，但我是很不平安的。我覺得哇，泰國是很多的偶像啦，咁我去我好驚啊！我唔知點樣去面對同埋去處理啊！但係今次咧，我覺得我好感恩，好感恩就係我完全冇恐懼，我完全冇擔心，一路都好平安。你知唔知啊？一半探親，一半係玩啦。咁我哋去到親戚嗰度去住嘅，咁啲姨婆啦，佢屋企啦，我哋瞓呢間房，一打開門前面，就已經是十幾廿個偶像，高的、矮的、金的、黑的、半金半黑的，象身、人頭那些，哇，真的很多。但是 我覺得我真的 很感受到神的同在，有神的平安在裏面。我們在這裡睡覺，一覺睡天光，完全沒事。另外個姨婆那裡，她家裡是專門有一間房擺滿曬嘅，起碼幾廿個都有，一入屋就已經排滿曬嘅啦。咁我哋搭的士差唔多係十架的士，差唔多有九架的士都係有擺嘅。咁去到餐廳啊、大排檔啊、商場啊，全部都係，即係我覺得，甚至係銀行個門口嗰個標誌都係。所以我覺得今次去泰國這個旅行，我覺得神真的給我很大很大的一個平安的經歷，所以我很開心，很感謝神。我想問一問你，你上次來了，除了聽到是不是有經歷聖靈？因為其實我聽你改變就是經歷聖靈，你可以形容你那個經歷上一次來的時候。其實我以前呢，我就不是很相信話你按了手之後，即祈禱啦，會聖靈充滿咁瞓低啦，或者笑啦、喜樂啦，我覺得離我好遠啊！我覺得好好唔係好真實咯。
咁咧上次我就企喺呢個位嘅。咁其實牧師行到側邊嘅時候咧，我心入邊，我覺得我自己都有即係嗰種硬啊硬心啊，覺得我唔會到嘅，即係感覺到幾個都已經到啦。我自己覺得我應該唔會嘅，但係咧牧師一到我面前嘅時候，我就感覺到咧嗰種熱流啊，嗰種温暖啊，其實嗰種温暖咧。不同我哋話用棉被冚到暖暖嗰種温暖，嗰種係由外入去嘅温暖。但係我經歷嗰種咧，我覺得係由我心裏邊去暖出嚟嗰種感覺。咁咧，牧師按喺我身上嘅時候咧，我就覺得成個人好輕飄飄啦，嗰種即係成個人好遠好遠，遠到咧。好舒服，即好似我心入邊嘅好多嘅重擔、唔開心啊，好多嘅憂傷啊，壓住喺我心口啲嘢咧，好似全部都卸落嚟咁咯。跟住我成個人咧，我係放鬆到咧，係咁即飄落嚟，唔係倒嘅嗰種感覺。跟住我就瞓低啦，咁瞓低咧。眼淚都是不停地湧出來咯，咁祈禱，咁到慢慢我就覺得，咦？點解我嘴咧喺度，其實好有節奏嘅，你係控制唔到嘅。咁我覺得，但係又覺得好舒服嘅喎，即係你而家叫我特登去咁，可能吹一陣我已經好攰啦，唔夠氣。但係嗰次我連續十幾分鐘都有咯，跟住我覺得翻去，我覺得不同啦，即係聽詩歌啊、讀經啊，我覺得有好大好大嘅啟示啊，係咯，更加明白到睇聖經。以前我唔明白，完全唔明白。感謝主，榮耀歸主。這個就係你經歷到聖靈嗰個臨在個祝福啊，即係唔係就係嗰下，係以後嘅祝福。榮耀歸俾主。你淨係咪覺得好特別啊？係神特別啊，基甸，係神特別，係神會咁樣祝福人。神會不會祝福你啊？神會祝福你，即係話相信神在別人身上做工，都可以在我身上做工。就算不是一樣，唔緊要，係咪啊？唔緊要喎。總之神會做工，或多或少，或是大或者少少都唔緊要，係咪啊？我哋就感謝神，有幾多經歷就感謝神。咁其實係真係我哋個個基督徒都可以在呢方面發揮嘅。